科技大学就是给我们的协助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到台南这边来答。那我们现在先请就是朱俊副校长来跟我们讲这句话。好，我们那个 GMV 的秘书长黄贝斯哈，还有我们来自辅仁中学的林主任嘛哈，黄老师哈，那还有我们会我们长荣中学应该还没到嘛哈，因为好像是车子的状况哈，可能要延误一下十分钟哈。那还有我们昆山科大的所有的同学哈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哈。那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昆山科大哈，我看报名哈，还有一位来自纽约大学的。有在场吗？哦，纽约的，是不是因为疫情回不去了哈、哦？所以留在台湾来参与哦。有圣公女中的吗？哦，有一位哦，是吗 ？OK， 感谢啦哈，因为其实 GDV 临时小学校哈所办理的这一些研习课程哈，在校外其实都是秒杀的哈、哦，那个一般人想要报都可能还挤不上去哈、哦。那今天我非常荣幸，在去年的时候，会在科大前往台北去拜访我们的。轮值主席哦，侯律师，还有我们的贝斯秘书长哦，也促成这样的因缘来办理这样的活动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 GDV 临时政府哦，应该是第一批哦，算是自主的公民哦，来组成这样一个社群哦，为我们整个台湾社会尽了非常多的心。那现在疫情期间，可能去年哦，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像口罩地图这样子，透过一些开源码哦，共同分享、共同协作，来制作这样的一个哦，让大家可以很便利的做查询。那这一些都是透过这个 GDV 哦这样的一个社群来组成哦。那我们今天整个一个早上的课程到下午的课程哦，还有一些不管是事实的查核点，或者是一些录直播，或者是一些像协作平台工具等等哦，我想无非就是希望各位同学哦，来善用一些数位的科技，来一起透过自主学习、共同学习，来打造整个哦我们现在整个协作平台，来为我们社会尽点心。那真的今天非常感谢哈，我们来自辅仁中学、长荣中学，还有我们昆山科大的所有的师生、所有的同学伙伴哈，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课程哦。那我们也预祝我们今天的课程哦，大家可以充实满满的哈。那如果来到学校有一些招呼不周的哦，或有一些哈让大家造成困扰的哈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哈。那我们也预祝整个一个研习活动，大家都是圆满成功。好，学习充实，好，再一次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